球，最后哇，大汉这个动作，他觉得他下手非常干净，最后把球清了一下，还给裁判。他应该去清一下裁判的哨子，他不要清球，球没有问题啊。那我们重播来看一下有没有冤枉大汉。是。哇。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个吹判的空间啦，因为毕竟手跟球是同时都有碰到的，那就看裁判的一个角度跟他们一个认定。而且这会给两次罚球，这是一个出手的动作。没错。裁判在讨论之后，那现在999分的杨敬敏，有机会透过罚球来达成生涯的里程碑。我还在期待敏哥练的这个礼拜练的绝招。第一球罚球进，我们要恭喜新北国王的阿美战士杨敬敏，成为 PLUS League 史上第一位得分来到1000分的选手。